花呗公布接入征信工作进展，将通过蚂蚁消金或提供授信的银行机构报送。花呗公告了接入征信工作的最新进展。公告显示，在央行征信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花呗正逐步推进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工作。目前，在获得用户授权的基础上，部分用户已经能够在自己的征信报告中查询到花呗记录。未来，征信服务将逐步覆盖全部用户。据悉，花呗用户收到的征信授权协议和公告内容均显示，根据用户获得的具体授信额度来源，用户的征信信息会由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或是提供授信额度的银行等机构作为报送主体，纳入征信系统。